甜蜜的度假旅行让云 mini 充当你的跟拍摄影师，建远飞行模式将您和美景一同尽收眼底。使用前先将飞行器起飞至地面两米以上高度，在 APP 中进入一键短片模式，选择建远飞行，随后设置合适的飞行距离，点击或框选拍摄目标后，一切准备就绪，点击 START，云 mini 将自动朝向目标区域录制画面，同时按照设置好的飞行距离向斜后上方飞行。若您想中途取消飞行，可在 APP 右侧点击插好图标，或短按遥控器左上角的返航键，此时飞行器会自动原地悬停。完成拍摄后， APP 将会自动生成一段15秒短片，您可以在回放界面中预览刚拍摄的短视频。您也可以点击视频预览页面右下角的编辑按钮，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创作。完成创作后，别忘了点击分享，与好友共享精彩瞬间。